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 Sally， 今天带大家去参观圣巴湾 Hot Spring Park， 跟着我走。来到圣巴湾 Hot Spring 的里面了。这里呢，它这个布告栏上面呢，其实有讲解。所以我们来到这边的话，我们先脱鞋才可以进去泡温泉的地方泡脚。然后当然它有分两个地方，一个是泡脚。Main Water Collection Point， 然后在这边呢，有些人呢，负责啊拿这个温泉水回家啦，泡脚啦，或者是在这里也可以煮鸡蛋的，都是在这个区域了。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记得帮我 subscribe， 点个小铃铛。下一个影片见，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看我的 YouTube。